小礼物哦，自己来投递自己的礼物。好，我们今天现场呢，为了防疫政策进入校园，是由彰化县政府劳工处来举办。那今天来到了有家商，进行到了第三场的开会。我们看到劳工处副省长何处长，他也在我们今天的活动现场，非常欢迎处长，还有陆续到场的理事长及我们所有的企业厂商贵宾。再次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，也是我们的37家的企业厂商提供给大家。现场很重视哈，除了青年朋友哈，我民众的旧创业哦，所以除了旧国会以外，我们现场哈也有包括我们彰化旧会通哈提供线上的很多的服务。那另外有一个很大的区块，就是有兴趣来创业圆梦的青年朋友哈，我们提出了创业三伏贴哈。那第一个，只要是我们彰化县18到45岁，我们在去年跟今年哈都有在议会争取了1000万的补助金哈，这是直接补助哈，目前已经有20几个人拿到最高奖金30万了哈。那这是第一帖。那第二帖，我们希望说所有想要创业的，我们给他打好基础啊，所以我们有开办很多免费多元的课程啊，包括我们青年朋友很喜欢的网络新经济的课程，还有我们彰化青农哈啊，我们农客松，还有我们履历展示啊，相关啊很需要了解的专业课程哈，有这些课程上过30小时的课，就可以提出创业的计划。那第三帖是我们今年首创哈，目前已经很多创业成功，那我们会邀请专家学者啊，包括已经创业成功的业师1对1的辅导啊，所以第三帖哈，我们今年也提供哈我们这些青年创业成功的朋友们哈，支持陪伴加以辅导哈，那让他们可以业绩长虹。政府今年准备了5场大型的博览会，还有200多场中小型的一个博览会。那今仔是第3场，伫咱报道啊来举办哦。那最主要是要提供给咱的一寡失业或者想要转业的乡亲，甚至我们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朋友们，有一个好的一个工作哈。那这一次总共有37间的公司提供1600个职缺，那最高薪还有到7万元哈。那除此之外，我们在现场，包括你的这个履历表怎么写，面试有什么技巧，在现场都还有这个相关的单位可以来做这部分的一个这个教授，让大家能够在第一时间之内就找到自己的好的工作哈。还进行启动2021彰化就业博览会，彰化好就业，直达新未来，倒数3、2、1，正式的启动。有37家我们的厂商，1600多个多元机会，以及我们有求职准备专区免费就业探索的正前方。我说彰化县府，大家说的赞，彰化县政府赞赞赞。好，谢谢，非常好，提供给大家超过1600多元职缺。那今天来到了德国家商，进行到了第三场就业会。